来，我说个实话啊，这号你买真赚得来。这他俩玩太细了，我只能说，我们米很粗的好吗？他俩玩的太细了，升级升的这么快，这怎么每次都爆你？蜘蛛啊，又爆了，这个就得批评起啊，各位。我们这个号的话，预算就是32，就是游戏里的32。有没有可能你在下方小人下载之后，我们只要到落地采薇，没落地和落地紫薇送你一个大奖啊？对啊，有没有可能？不不不，定搞这个是吧？不搞这个，因为我跟阿诺说了，我们不搞这些，从来不行，不搞这些送的，送那个什么海神套啊之类草黄啊都不搞。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变相折扣。我们就说了，天厨是很公平的，如果要交易的话就交易，就是这个卖东西就拆开卖。对，就是你们或者我就送，就说直播间我就抽一个人送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卖了，咱俩晚上出去吃个泡面。卖点，来，怎么就吃泡面了？一个30那么便宜，只能吃泡面了吗？咱们一人两个肠总得加吧，总得加点加肠吧，是吧？那请问这个号，你这个出了多少钱的股份呢？那买30倍，我这还我做账已经算是股份了呀，我以身入股，胜天半子。今天给宋某点关注的，麻烦取个关注吧。别，兄弟们，来继续，这游戏叫斗钱大陆，这本来就叫斗钱大陆，斗罗大陆这个 IP 系列，这游戏其实之前。吸血会死，伤害不高。好，没关系，给这个激活一下，就是加了伤害，然后减对方输出的这个，其实最好给第一角色身上升满，很快就升满了。最后一个武魂是尖尾雨燕，兄弟。对，去我们公司上班一个月多少钱？我和大家直说，所有来这儿做的主播，包括小宋，入职就3500，然后2个月到3个月时间转正之后是3500加提成，但提成不多，提成不多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给公司赚到钱嘛，公司前期培养了你，没有赚到钱，都是亏本的。那这个时候公司不愿意过多投入，等到你差不多流水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转正，就是变成换一种变更一种模式，就是不要底薪，只要提成，就变成和我一样的，拥有和我一样的这个分成比例，是这样子的。满了啊！吴刚，拉起来看一下，这个吴刚到不了200是吧？你要不拆一个武器下来，锤子红安升了就能通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锤子它本来就是个它过来打输出的嘛。嗯，对。需要8啊，这是什么？随便升，需要320。好，随便升，不管了，不要了。需要多高的学历？别太高，高了以后高了，我们可能融入不了我们。像我是比较特殊一个存在，我就觉得学历高了有一些好处，但也有一些坏处，就是你容易不接地气。很多人他就说我一开始直播的时候像一个教书先生一样，像一个老师一样在给大家讲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风格呢也是有人喜欢的，并不是说不好，但是呢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个直播就是来欢乐享受的，不是来这儿听课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吧，2.4万亿了。我发现有个问题，我们这龙神一直没死过。龙和蜘蛛巨不死。对对，他就龙神蜘蛛巨不死。那我们还带这只红丸干嘛呀？有病吧？我说真的，我嗓子都干了，我怕再多说点，明天说不出话来了。霸体你滚吧，不用你了。好，霸体化为。现在刚好是一个测试红丸的一个机会啊，来看一看我们这家伙。神圣吧，给个神圣。神圣怒火都差不多，去看他会不会暴毙啊？也是上不去了。哎，这不一下就好了嘛？看那龙搁那地支不死，也不断输出环。那倒是龙神的这个问题吗？就有点假呀，我感觉。不是，所以我说烈火版离谱就离谱在那了。所以我说我看着都爽，我看着眼馋嘛。现在这个锤SP 的这个锤子出来之后，这个推图就更爽了。就是凭啥你们这个区一来就能换武魂啊？这个斗罗大陆 H5天使服就是多大来呗？知道。出的武魂越多，你以后玩的越爽。以后再出一个特别变态的，直接第一天就打通30关，那不就爽了吗？哎、是吧那有点太变态了吧？然后直接把这个烈焰塔改到50关，50层，哦，就不要生命了，你直接给我干就行了。不是就把他不死了，蜘蛛和锤子那边扛着呢。我操，这伤害更低了。主要是锤子，不是锤子死了，还是这个特训免费的特训可以拉了。特训免费和付费对我们来说没有区别，我们主要是要用到它，我们就要弄一下。现在就是在研究怎么样把这个图更快能推过去。对，给大家这儿虚战也可以的。好，可以了。有人说你玩了十几天，然后等级和我现在差不多是吧？哭死，没关系，正常。换个重锤试一下，靠爆万一呢 ？boss 最新破格甲啊，升7级呢。打着打着，看一下，还没有这个一成够。攻速我们吃了，然后特训打了356啊。你要把倍速光了看一眼，应该差不多，我感觉应该能打过的。怎么回事？我去把倍速光再升点别的。限定神星我们没有那个，就一个他们要魂环可以吃了，现在都只是那种如意兑换的魂环。哎呀，他们要得卡了，加速放慢点还是有用的。对，那这个很强的呀，直接卡了，直接30。别，我可以跳，哇，舒服。直接升魂帝，今天中午不是今天晚上啊，真给他升魂帝了，我哎呀，这比拉我嘴里都难受。打他丫的，看一下会不会爆那个魂核。哦，有的有的，挺好的，那就直接打。烈火中伤，什么皮？不是你为啥又能出啊？厉害啊，小龙，你不然搞死3万钻石？不是又干嘛？他不是不是？哎，你跟我说，我们图哥磕的金，你是不是磕的命啊？我们今天冲你跟我说实话。哎，这干嘛了？没磕是吧？很强啊！凭啥呀？哦，因为可能今天这个区人很多，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打这个 VIP， 因为他们等级不够。对，我俩这么想，不是又一个哇？正常吗？回胜，我的妈！他今儿出个二星回胜，
那小龙酱不用回去了，直接升，直接升。对，其实一个，我感觉差不多够的。他跳，点一下就出这个，点一下就出这个，我不知道为啥。好，一百五一个，你这个点的好痛苦，我觉得直接去、哎、出去歇一下。那个，哇，那这个、啊、不是这钱经经验，那有一个刚好有个冰火，给个冰火，跟三三三一个福吧，不是，图哥在三三七，刚好啊，还在那什么，哇哇，九六、哎、算了算了，可以了，感觉是太奢侈了，你感觉呢？满让我腻了，满让我腻了，这分身是能看得到吗？小龙，你就能看到，你要盯好，看好，这是那个龙，这里啊，等一下，三二。还没呢，然后变成金龙，出来两个，然后召唤了一个金龙去了，赢的在后面。哦，这样，然后这个龙又很肉，这个龙能扛住，伤害不够。这次其实加特训，也有点够呛，说真的，主要是要等明天了，上环提供吗？啊，特训其实就差特训那点伤害，就刚刚那一把17重，第二名是7重，全爆完了。对，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爆的顺序不一样，但是全爆的话还是很难打过的。又打过，你看多刷几次就是有这种化了，啊，又过了。坏了，红腻了！我这个，我的天哪！现在这个经验，哇，这个是主角爆了！这直接，要不先不打，先给他全身到红腻再打，肯定是要升。如果我们五天能够到封号，我们每天我都充2000，一直到八号。我看一下，第一天我们不是充了26000嘛？其实都不止的，26000加14000，有多少次机会啊？我们就能充40000了。就是我们总共玩8天嘛，后面7天每天充2000就有40000，而且这是保底的40000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充2000，有可能会充2100，充2200，充2500，你懂吧？头骨拉一下那个无所谓。对，我们头骨还有个还差个红的头骨。哦，那个也无所谓，算一下吧。现在买了之后我们不用，它是三天整的，对吧？三天整，我们现在是第二天了，那第五天晚上，那这个松松买，我们直接不要用就行了，先买了。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后面没有了。其实就这几个买了，最关重要，先买。特训别买，特训别买，特训不买。然后立丹，我感觉可以买，因为三个，因为你到时候就是花钻石嘛，钻石咱可以花钱，这是可以花钱的，没关系，好，对吧？买了700，然后这特训你不要买，因为特训买了今天必须得要用，这就是极致，各位。但是还是得买新手了，这个买一个嘛，没关系啊，这已经不亏了啊，别买那么多。我看减七个，我看我们你先买个五个，不是，你先能升吗？我们这是多少？你能升到二紫二啊？没魂币，我操，主要是没魂币啊，魂币了，那就直接买这几个就够了，用这一个就够了呗。一个不行，啊，可以升二星了。两星是肯定可以升的，这么抠搜啊？应该是可以升三星。第一个是100万，第二个是200万，是吧？买三个，勤俭持家，挺好的。主打一个精打细算，没关系，明天就可以把它升到差不多了，升紫二。就把谁不要了？玻璃大炮其实主要是没有星，要有星的话，玻璃大炮也可以的，很强。玻璃大炮前面很屌，比这个深深还要厉害，就是你的深圳这个。我错了。对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抓到了小龙王被材料，他把陈胜升了，只能升一星。角斗士，你看这个好多啊，400万，下来偷点魂币啊，身上偷点魂币啊，各位。对，你今天买了一个8888万的这个金币的东西，哦，还不是出生这个？你敢这么浪费啊？今天你敢买那个啊？你回收那单，我们这个游戏果然玩的有失误，下次再玩的时候要注意。这个主要是这个东西得要啊，还是得买呀？要的是这个呀，这点不要了呗？现在买怎么了？对吧？我要这个呀，我要前三天，我要先前三天把这个地方打推完。对，好，接着骑着车到了，有段魂币，哇，关注哎。300万，我的天，50万，30万，100万，80，啊，这还有80万啊，还有66，还必备，666，哎，没有，小龙，你发了，小龙，你看我怎么给你一下全用啊？没，这之前我记得是有那个这个都不够，谁谁没有用啊？那个用了吗？都用了是吧？对呀，好像差不多，是吧？是不是可以给他搞一个那个？永恒之创，小的是其实有用的。其实为啥？哎，还可以三，还可以再来三个，来花钻石了，各位，是不是结束了？现在都974个人下去留戏了，只剩最后20个名额，各位，热球下载一下去留戏。点击直播间右下方小铃铛，咱们下载一下去留戏好吧？是不是结束了？怎么这么慢呀？对，剪了，你开快点。刚才我是为了看那个有没有给嘛？是不是有点卡了？感觉？没关系，不卡，还行。主要是这个电脑现在。声音不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那节我刚来那天嗡嗡响，我走那这样一坐吓了我一天。对，心里边有点哆嗦。电脑又炸了，现在这个电脑就甚至可以超频，你知道吗？